俗话说六月六地瓜熟，七月半地瓜烂，哇好安逸。哦哟，这个好大。哦哟，这个好大，好安逸。这种野果子很多人都没吃过，还有很多人见都没见过，但是在农村的8090后的朋友们已经都吃过。它在每一年的农历六月份成熟，每当六月份这个季节，我们都会到这个山坡上来寻找这种果子。俗话说六月六地瓜熟，七月半地瓜烂，哇好安逸。大家看一看这个像不像无花果，哇好安逸，哇好香哦，而且特别甜，还有那种蜂蜜甜味。如果在你家乡也有这种植物，你们也可以去找一下，说不定会找到比这个更好的地瓜。哇，好多，水分好充足。在我身后这一片地方都是这种地瓜藤，我们再来找一下。哇，这里好多。